为了提高民众的自我防诈意识，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防诈宣导团近日前往彰化地区最大、最热闹的金城夜市，向夜市的民众宣导最新的诈骗手法。在活动中，民众了解了诈骗关键字后，即可参加扭蛋抽奖活动。当天，共抽出了600份精美小礼物，吸引了大量民众参与，并提高对各种诈骗手法的警觉性。一听三查证，一听清楚对方是谁及说什么，二换电话屏让对方操控情绪，三查证来电话电话广大会就是骗，马路交友诈骗多，谈钱借钱就是骗，聊天可以汇钱免谈，马路交友诈骗多，谈钱借钱就是骗，投资诈骗千万小心，如果出现警电难逃，然后请在雨地看电影，华丽道具要小心。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，那我们过来这边做活动呢，主要就是因为现在的诈骗案件太多，所以来跟大家做一个宣导。那像刚刚大家按赞的那些专那个粉丝专页里面，都会有我们的活动，还有防诈的一些资讯，或者是一些诈骗的手法。这边是我们的口号，一次二话三查证。那如果有遇到诈骗的案件的话，欢迎拨打165防诈专线，还有110。那我这边做一个小小的有奖征答了，大家在后面排队等的也很辛苦。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说，如果说遇到诈骗案件的话，要拨打哪两支电话？那我数到三，我数到三哦，来，1、2、3，165防诈专线，恭喜答对，谢谢。彰化人彰化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。